哎，大家早喽！4月17号了，星期日，清晨5:32，感觉又比几天前，太阳早出来了10多分钟，而且今天周末嘛，稍微晚出来了一点，刚刚跑过3公里。但是今天悲剧的是，因为第一个训练日，我衣服都是新洗的，那帽子上那个别相机的卡扣忘了带了，今天就不能拍摄第一视角了。咱们正好转个话题，聊聊评论，再聊一聊，回答一些小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连续2年拿到了波尔顿的名额，但仍旧是去不了。而且这话题我想了1个多月了，一直不知道怎么说，因为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去不了的原因大家都懂的，所以我就不说了，等未来有一天再说吧。那2次的 DNS 也是挺奇妙的体验哈，留下了这个给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2笔。啊，但是现在也无所谓，在你看现在我的BQ 是305就行，然后再过2年都我40了，好像就310了，基本上就是我早上起来训练的节奏。今天因为休息日啊，正好家属也不着急上班，可能跑得慢一点，也许跑得长一点吧，看身体状态。今天这个 B 套是那年通县马拉松的那一款，这边是黑的，这边是红的 LP 的那个品牌，然后带了一管能量胶塞在这个 B 套里了，但是因为有袖撩不起来，没有第三只手了。你看我早上出门跑步不带手机，就是 B 套里塞能量胶，然后呢卫生纸，衣服就是这裤子，这个短裤，这短裤后边有个小兜，放100块钱就行了，应急用。但是基本上这3样都用不上。能量胶我现在吃的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吃不吃影响是有，就后边那几公里会比较累，但是这不也是我追求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嘛，就让自己别那么舒适。然后今天穿的是 Next 的二代的鞋，这双鞋应该也要大几百公里了，可能没仔细看。看看今天视频能不能结尾，给大家拍一下我的3双，甚至是4双 Next 的不同的磨损程度对应的公里数。跑的路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你们看到的每天这个路。今天去故宫绕圈，你们看我后头啊，这个是北京东二环长安街的起点，建国门桥就有趴活的三蹦子。就是我觉得城市治理吧，这真的不好说，真的不好说，我可能又说多了。就是有时候说这话，可能我也不是说有什么北京跟别的地儿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实事求是的说，这是十里长街的起点，都到这儿了还是这样，我也是无奈加一声叹息吧。有好多跑步的，后边有，前面也有。好久没这么手持这样拍摄了，感觉还是挺怀念。行，那一会儿我就几个评论聊一聊，因为昨天休息了一天，评论没回复，但是我都看了。今天处理，把今天白天处理。好吧。
行，那我稍微歇会儿胳膊啊。哎，来到了王府井这个路口。找一个巨大的 Nike。行，那咱们聊聊评论啊。首先有小伙伴问，我总说多跑心率就会降下来，心肺系统会强，能不能具体的聊一下？就是我觉得心肺就是所谓的整个循环的耐力，包括肌肉。如果您只保持固定的中强度的跑步，累计跑量，它是可以提升的，并且肯定会提升的，速度也不会太慢。然后你要想说把心肺的天花板往高的拉，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加一些强度的刺激，无论是高强度标准的，我说一样标准动作的 HIIT， 或者就跑间歇，其实跑间歇和变速最容易实现了。你们看，我有好几期在马路上跑，你就随意的冲几组，对你的心肺的刺激是很大的。心肺前几期我说过，衰退的快，但长得也快，你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真的。所以也并不是说只跑快的或者只跑慢的结合吧，但是对于新手跑步三四年以内的，没有基础的，没有童子功的，那建议这种强度，大强度。所以大强度就是您觉得已经在冲刺了，这种不要超过10%就可以，还是先坚持下来。就这事儿啊，有一个评论前一天说的非常好，叫什么自律，或者说这种坚持是比不上热爱和喜欢的，你再自律也不一定能坚持到最后。况且其实屏幕前各位包括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是没有那个自律精神的。要有那个自律精神，说实话，那我现在可比现在强多了，无论是从跑步上，还是从生活上，还是从工作上。然后有新观众啊，我每天8点到8点半，最晚8点半睡着，3点半到4点之间起床。然后白天是要工作的，但是我们是多地远程办公，而且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我们在2018年就开始这种尝试，然后一直保持到现在，是个小公司做互联网。我白天挺忙的，白天基本上就是要从上午8-9点忙到下午3-4点，但是因为不是坐办公室嘛，中间有时间的自由，然后抽半个小时做做室内训练，这些是优势，然后没有通勤的问题。还有一个小伙伴的评论说，改成了，注意啊，改带引号啊，改成了前脚掌着地，指甲黑了，嘿，这个再正常不过了。第一就不应该改，因为我老说这个跑姿啊，是你身体的条件和能力的一个体现，也就是它是训练变出来的，不是模仿出来的，因为你模仿不了。你想你
你模仿不了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呗，那为什么你能相信你能模仿得了跑步的动作呢，专业跑步运动员的动作呢，对吧？这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你那个所谓的改成前脚掌落地，你其实不是前脚掌落地，你是在垫着脚跑。那样的话，你的脚趾头在冲击鞋的前头，那肯定是不行的。人那指甲那么硬，指甲根儿，指甲前面一顶，指甲根儿那儿就会发炎，然后就破了，里头一破一淤血，像指甲就黑了，黑了以后又过段时间，指甲就被后边的新指甲挤掉，而且很痛苦。我去年的前年的无锡马拉松，就是黑了一个指甲，为什么呢？因为跟大家说过很多次，那场之前的一周多跑了个全马，恢复的特别差，到最后的十几公里都怀疑人生了，姿势就有变化造成的，而且很严重。那次的黑指甲不光是黑，底下有淤血，后来自己狠心给扎破了，挤出来的。所以不要模仿跑姿，除非说像我说的，你有明显的错误，比方说严重的八字脚或者严重的摆臂的问题，这些可以刻意纠正一下，其他的不太需要。然后还有个评论说，有的时候两只脚会互相不自觉地踢了一下脚踝关对对侧脚踝关节内侧的那凸出来大骨头，这也正常，我偶尔也这样。尤其是阿尔法 fly 这个版型的鞋刚出的时候，那时候买那个 temple 就更严重，因为前脚掌那宽出一块嘛。大多数时候不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踢一下，直接那个肉就裂了，就一大口子。这就是大多数跑步博主或者运动员不会跟你说的故事。就像那年的奥运会的马拉松完了，我们的运动员晒那个自己的脚，这些平常人们不会跟你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冬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跑步太干燥，脚跟跟腱那一条，那不是皮肤也比较紧，就会裂口，然后每一步都很疼。然后有的时候为了维持训练效果，鞋里进了一个小东西，然后回家一看就一个泡，然后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还长了鸡眼，然后用药烧了三周，抠下来一块肉才好。这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好多人的，但是这个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很多人停止跑步的一个契机，引号啊，契机，因为我不太爱说负面的词。那没办法呀，运动员们也一样，昨天那个选拔赛看了吧，好些就是你说实话啊，在赛场上你再快都有比你快的，人都是这样，尤其是这种耐力项目啊，不进则退，我就老这么跟自己说，不跟别人比，至少跟自己的年龄曲线比，肯定是持续走下坡路的，在绝对成绩上再过几年，但是对得起自己这个年龄就可以了。那天一想，都转眼就40，还有3年。还有一个小伙伴问心率，就是休息恢复和饮食对第二天心率的影响，这我有点经验啊，你们看我的视频就能总结出来。我连着训练4天，然后休息1天，到第4天的时候，同等的压力下应该心率要快5下以上，
但是如果你确定没有基础病和心脏方面的问题，就不用在意，它都是会自己调整的。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它也是肌肉，它跳累了，它可能第一天跳一下有100%那么大的力量，到第四天可能只有80%，那它还需要供那么多能量和氧和血，那它只能多跳，对吧？这没办法，你又控制不了它，它不是主观意识控制的。然后休息呢，说实话我有时候会睡得不好，但是我是天生那种对睡眠需求少的人，可能我也说过之前，所以好像睡眠对我的心理影响不大。因为我还有几次，我两次从纽约回来，因为正好对半的时差嘛，一宿都睡不着第一天，然后早上起来吃点东西照样去跑步。还有好几次就是出国那种7-8小时的时差的，也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跑步了，好像心率我印象中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你会觉得比较累。你们可以去看吉普乔格的那个纪录片《最后一英里》，他采访他那个破2小时那次，他就说头一天晚上几乎就是睡睡醒醒，1个小时醒一次。我到正式比赛之前的一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会紧张会焦虑，谁都会，因为每个人面临的压力不一样，对吧？至于说饮食这方面，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吃的比较咸，可能会影响一点，因为我对盐比较敏感。咸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钠吃的多了以后啊，你的血管壁的渗透压就变了，更多的水会进到血液里，血液就变多了。所以人们说高血压的人要清淡，少吃盐嘛，因为血液变多了，血压也会上升，然后身体会有些浮肿水肿。我对盐比较敏感，所以我吃的比较淡。至于是多吃肉还是多吃饭，影响不大，没有影响对我来说。喝酒嘛，我有过一次，头一天公司聚会喝的稍微多了点，但是也没有到断片那程度啊，就不舒服。然后第二天起来还是不舒服，也跑步了。喝酒对我没有影响，但是有些人说很敏感，自己喝了第二天心率就会高。这个我都建议您自己试一次，安全第一啊，就知道了。又到了角楼，这边是角楼，那个就是北海的白塔。北京管这个室内这一块大湖的海，北海、中海、南海。所以中南海其实是两个海，但是连着的啊，它是一片湖，从北向南。哎，这就是特漂亮那个角楼。这就是我上一期说的这种路啊，大家看这种栅栏的路，你一定要贴住边儿，像这两边都是栅栏，我就还是贴右边。因为左边这个空隙，大家看，基本上宽一点的电动车只能将将过去，它稍微手一抖，划刮你一下。但是有一个评论区小伙伴说的对，人行路的这个砖路不太适合跑步，真的不适合。它有时候底下那个松了，它有时候一地台翘一下，会受伤的。最适合普通人的城市人口的就是柏油路。你们看，说非洲那些训练营都跑红土路，觉得对肌肉压力小，其实不是啊。那前提是红土路得平得硬啊，你要深一脚浅一脚全是水坑的那种，那普通人你应付不来的。
左边就是景山，这条路还是挺不错的。今天至少故宫两圈吧，至少。行，那基本上评论，我觉得有意思的，或者我记得的，说的差不多了，咱都聊了。我看看啊，哎，现在能看见时间，这一场都聊了15分钟了，我换了一次手了，有点累。你看景山其实没多高，这那个亭子，就是景山最顶上那个亭子，就是你听见这当年那个慈禧坐在亭子上，然后看，当时是清末，抓了个江洋大盗，凌迟他，然后就坐这亭子上，到什么程度有人来报说。到哪一步了？到哪一步了？传说啊，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白天来过这条街，从来没有。好像特小时候坐车路过过一次。我其实不太爱出门，尤其是远程办公以后更不出门了。我去年一年坐了3次地铁。前面跑步的，行，那歇会儿啊，训练之后再说了，不出意外的话，好吧。嘿，4月17号，星期日，训练结束，7:32，啊，买了一堆肉，买了一块腿肉，晚上来一酱包肉丁，然后买了3块剃得倍儿干净的扇子骨。家里还有一只小鸡儿，给它弄个汤。爱做饭的这个小伙伴们啊，有个小窍门，你买那个熬中药那种，家里自己熬中药存的那种袋儿，就是一次性的，带一个，它不是那个热封口啊，是拧的那种，哎，特便宜。然后呢，你就可以买点这个便宜的扇子骨、梅花骨，然后呢，鸡架子这种，哎，熬一锅汤。熬一锅汤呢，去撇撇油。你要再讲究点呢，拿那个鸡胸给打成蓉，然后把那汤给清一下，之后晾凉了，灌到这个那种中药袋里，一个大概是500毫升，然后直接冷冻冰箱里。做菜的时候呢，用就比用水要香得多得多，就是这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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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特别鲜。今天跑了个30公里啊，2小时08。平均配速4分18，心率还是149，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程马拉松300的配速吧，差不多，可能差个1-2秒的样子下来，然后还是没吃没喝，然后空腹晨训，还可以哈。所以就是有时候有失必有得，你看，如果那年没有这个疫情影响。那年的纽约跑了302，但是那年我这个年纪，虽然305是 BQ， 但是最后一名是257。假设如果那一年302后来没有去跑无锡，因为如果没有疫情，很可能就不去无锡，因为只有那一场嘛，那一年，就可能去不了波士顿。然后呢，现在呢，可能还是不是这个训练的状态，而是一个比较低强度的训练状态。那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现在虽然说今年还是不能成行吧，之前2019年纽约马拉松山雨小月拍到了我，然后后来就怎么说这种奇妙的交互吧，还说今年没准能见面，然后也不太可能了。但是现在的 BQ 对我来说就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反而就是波士顿变成了六大里边最容易能参加的一场，因为只要成绩到了，100%可以有名额，不需要抽签，不需要任何东西。行，那就回头再说。我相信啊，就反正我在努力，明年会有变化，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是不是？那我也不知道现在各地的情况怎么样，肯定会影响训练。说实话，从有疫情到现在，我被这个事情影响训练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的。除了一开始那段时间要戴口罩以外，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
度过这段时间吧，就总会过去的。咱们不说怎么过去，总会过去的，是不是？然后要努力生活，开心、平安、健康。咱们还是努力春训，马上就夏训了啊！好，一会儿回家给大家伙拍拍三双鞋底儿，咱一会儿再来一小段。哎，回家了啊！看看，这双是我的第一双 Next 的一代，这双呢跑了，因为那时候还不用 Stride， 没有在这软件里。这双大概是1200公里，大概是。然后这双是之前已经有这部视频的时候才，就这个系列视频的时候才开始穿。这双我们看一下啊 ，Next 2.0 红白，已经是1564公里了。1564，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然后这双，这颜色那段时间打折的时候买的啊。这双是 Next 的 2.0 黄，已经612公里了，加上今天的30公里是642公里。我们看看鞋底啊，这双可能连1300、1200都不到。你看，看见了吗？这个胶是我后来补的，就是有那种补鞋底的胶，我之前视频里还跟大家分享过，这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据说是一代的 Next 的用料和做工要比二代好一些，所以一代一直很贵，而且一代还轻呢。然后咱们看这个啊，这是1564公里之后的，看到吗？除了脏，然后鞋的外侧的后跟会有这种程度的磨损，这只脚会好一些，因为两只脚大概落地方式不太一样。看鞋的侧面，除了脏一些以外，这是1560多公里，然后这双600多公里，看、啊、这鞋底几乎就和新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会嵌入这种小石头就特别的讨厌，抠掉了，已经扎进去了。行，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能跑的多了也就不那么费鞋了。顺便说一句，这三双鞋从自始至终包括到现在，我的体重的浮动上下不超过2公斤1公斤，所以跟体重关系不大的，就是一个怎么说跑步的动作的经济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动作。因为其实在这双鞋的时候我的步频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都是差在一些细微的上，包括触地时间，穿这双鞋的时候跟现在也都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大家训练，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总会有帮助，总会好起来。好，那咱明儿再见喽。